这个党内有很明确的一个机制跟制度，也有相关的一个规范，那至终回到民主进步党这个大家庭，我们会照着这个党内的机制来遵照这个机制来走。那在本选区小港跟前镇，那我们这边也是人才济济，有现任的议员，有这个资深的立委老前辈，那这个大家按照民主的一个机制来争取选民的认同，那至终也会全力以赴。我们相信说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是法律的专业，本身是法律系的这个毕业，然后我们年轻世代的这一个立足点，这样的一个关怀来争取选民认同。